Hello 各位好，欢迎回到07D1版本的《魔力继续》啦。咁琴日经过咗琴日之后咧，就应该大家都知道啦。如果有 Facebook 有 follow 呢个 Pokemon 嘅一啲专业啊，一啲专业啊，关于 Pokemon 嘅，应该都知道咧。琴日小智系就公布咗输咗啊，打呢个决赛就输咗俾阿对手啦，系啦。咁然后咧，嗰只嘅 Mega 喷火龙真系劲到黐线啊！系好似系好多血量咁咯，因为佢之前都食咗一招神马福特啊，仲有系咁食水技啊。虽然佢食水技嗰阵已经变咗 Mega 进化，但系依然咧都会痛嘅。但系嗰只嘅喷火龙依然好似冇咩受伤咁。咁我估啱咗就系小智会输啦，系啦。咁其实都几惨嘅，我觉得。好，闪电我哋讲埋呢度先啦。咁啊，唔要冲击啦。其实都几惨嘅，见到小智咁强劲嘅阵容，以为佢至少会赢到少少，个赢面会大啲啊。咁但系咧，佢系完全俾对手嗰只嘅喷火龙嘅完全系压住，系压到胜咯。我觉得比佢只喷火龙，其实如果阿兰一早用喷火龙，可能佢已经死咗四隻到噶啦，我觉得。又或者可能系呢个小智咧，佢出啲技，我觉得佢出啲技咧就比较奇怪。我应该用乔乜比出嚟行啊？闪电，我好似扣少咗，但系定我应该用岩石技咧？碎面粉。我觉得佢阿小智出嗰啲精灵嘅次序好似有啲奇怪啦。咁其实一开头咧，好啦，咁今次呢一个片咧，应该大多数都系剧透嚟。讲翻我对呢一个战斗嘅一啲感想啊。咁其实比较超可以打赢两只咁嘅神兽级，即系嗰个种族值好似超过500定600咁滞嘅嗰两只嘢，系非常之劲。咁你见到比较超真系劲得滞，我都想要嗰只比较超。如果官方有一出呢只比较超出嚟嘅话，系真系几劲。我谂我玩咁耐，我都未必可以用比较超打赢嗰两只嘢，完全系黑住俾嗰两只嘢。咁但系小智嘅比较超依然打得赢啦。咁我又谂，哇！嗰阵我第一次睇，哇咁劲嘅只比加超，我谂哇，好似真系有啲机会喎，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咧？嗰刻我都以为，即系头起睇嗰一集嘅时候，我都以为自己可能会估错啊，就系、是、小智有好大机会会赢啦。话晒佢个赢面都非常之大啊嘛，佢手上嗰六只咧，至少有四只咧都系当今呢、這个WiFi 对战上嘅劲多人用嘅一啲热门精灵啊。咁但系点解有咁多人用呢？就是、因为佢劲啦，一嚟就系、是、一啲就系高攻，一啲就系高速度嘅，系啦。小智好似有四隻都高速度啊，如果冇记错嘅话，系几犀利嘅。今次啲阵容完全系一啲可以攞到冠军嘅阵容，但系唔知点解阿编剧就唔俾佢赢，就要佢遇上阿对手咁嘅神实力。其实之前都有一个咁嘅桥段出现噶啦，咁就系咩咧？咁就系喺珍珠钻石入面咧，小智系临尾要对付一个神兽队嘅，唔知系咪神兽队啦？因为咧嗰个对手咧只系出咗两只，小智已经死晒啲虫。咁我谂可能又系咁啦，重返，即系编剧要特登制造一个。个剧情系阿小智一定要输嘅。好，我哋而家够唔够打呢？我哋睇下先啦。其实我而家34咧，应该够打噶嘛？试下先啦，我哋。唔错咁先啦，呢度打赢埋呢场先啊！唔好麻痹就得噶啦，其实咬死廿一咧啊，超不避，电鬼照咬啦呢度，炒闹。好在我只爆音怪呢只嘅红爆弹有呢个隔音嘅特性，咬住。哎呀，中咗个麻痹，唔紧要，依然打得赢啊！瞓觉喎，要唔要学？
唔使学啦。小奇怪，咁啊用噪音先啦。噪音应该赢噶啦 ，level 嘅差距。落雷兽，送噪音，电球喂大镬，唔系话俾电球屈机屈死咗。算啦，呢度滚石，喂又嚟麻痹，好啦，整多下，哎呀又食完，哦冇啊，唔够砌，好劲。呢、這个灌注实在，佢六隻精灵，我得两隻，同埋佢嗰啲虫咧，一中咗个麻痹之后就即刻玩完。乜又系麻痹？乜点解你咁多麻痹技啊？究竟吓咩事啊？究竟系我哋呢度打晒未咧？咦，仲有个咁都好啲，你有绿沙。其实我觉得咧，呢、這个 X Y 二色入面咧，咁唔要滚石啦 ，OK。嗰个嘅主要剧情，我觉得系下一集咯，因为下一集你见到小智系做晒主角咁滞，我觉得佢虽然对手攞冠军，但系就引发咗呢个大战啦。咁但系阿小智咧就要做呢个救世主，我睇个预告都几好似世界末日 feel 咁样咯。系应该都挺好睇嘅，我相信啦。除非你又想俾人闹啦，编剧。如果唔系，呢一集出咗之后咧，已经好多人轰动啦。其实我睇呢个 Facebook 啊，睇呢个巴哈啊，睇呢个百度啊，根本所有人都喺度话紧呢个小智。喂，点解小智攞唔到冠军？哇，20年啦，仲未攞冠军嘅？哎，乜大我用错技喎？噪音，咬佢，咬掂。咬咁啊，应该有冇20年咧？我都唔知啊。咁佢如果系计动画出嘅话，应该10多年啦，差唔多20年啦，应该系都有20年噶啦。呢个 Pokemon， 但系小智咧依然都仲系。其实喺今集老亚军咧已经好叻仔啊，我觉得。因为之前咧全部都系4强、8强、16强，有啲就好似未入围添，有个系嘛？我都唔系好记得啦。咁未来我可能会出条片系关于小智打呢个道馆打联盟嘅一啲片啦，系啦，咁我应该会出嘅，不过要耐少少咯时间，因为我要搜集一下呢啲小智输嘅一啲资料啊。咁亦有啲人话咧，小智赢咗咧，点样去继续下一个呢个地区旅行？其实我觉得两者咧就冇乜冲突嘅，其实因为赢咗咧，你亦都可以去新地区睇精灵啊嘛。阿大木博士呢个工作咧系永远都唔会远噶嘛。哎呀，小智有新地区，你快啲去帮我草图鉴啊，帮我跑腿，就系咁咯，系咪？唔会有冲突嘅，两个都。喂，点解我打咁耐都未赢？3咧都输唔系话，大佬高速星星。哎呀，想。红嗰招噪音冇可能，俾学到都冇咧。我只耳仔有隔音。好，面踩佢。喂，又嚟麻痹，唔紧要啊。呢度噪音先啦，之后再咬啦。一下死啦，落雷兽。喂，又嚟电球，唔好话又用电球屈咗机。哇，好波啊！正念拍最后一只，咁我哋换一换先。正念拍话，我谂我呢只都打你赢。三个攻击，哇，扣到我一啫。反而佢个电球几劲，我谂系因为我只潜北臂太低速，所以佢招电球有输出。你睇，赢啦！输咗啦，俾个徽章你啦，电力徽章。好，绝对不会打空嘅电技啊！咁我哋而家要去边咧？我而家要学一招爆石。爆石好似喺度攞啊嘛，冇错，爆石喺度攞。咁我哋而家就要学爆石啦。我哋用潮北臂打睇胆打嘢先。苏罗亚，又岩崩，喂唔死。话时话呢个潮北臂进化咧，我记得系要通讯嘅。咁呢一集应该唔使啊嘛。可能系有啲咩通讯石之类咧，就。
需要通信嘅。好，呢度有个对战开拓区，爆石，爆石，啊俾乔不备咧，真系。睇睇先，乔不备瞓觉闪电，好。咁我哋先睇下乔不备嘅能力值系点先。咁啊，乔不备嘅能力值咧就特攻高啲，攻击就低啲。咁但系佢系冇雷技嘅。好啊，整走啲闪电啦。其实闪电其实冇咩特别作用，我觉得。闪电可以打嘅属性有水啦、飞行、水飞行同埋咩啊？冇，应该净系得水飞行。雷系系嘛？系咯。咁但系我迟啲进化嘅话就系岩钢系啦，咁佢岩钢系亦都极多嘅物理技，咁所以咧特攻应该呢唔系我呢招系特攻物攻嚟嘅。原来呢一个闪电都系物理技，咁我哋掉走招瞓觉啦，系啦，招瞓觉应该冇咩作用。然后我哋岩崩唔系岩碎即系可以行啦。咁暂时应该都未撞到我需要嗰啲嘅。哇，打唔入。哇，种子机关枪，转重，铁头谷踩死啦，马力路，转翻上嚟，哎，又俾你见到，蝌蚪，黑白嘅产物 ，gas 弹，即系呢个毒气丸啦，细胞球。咁下小至下一个地区咧，应该会系阿罗拉地区啦。我觉得阿罗拉地区就系新 moon 嗰个嘅地区啦，或者可能佢会做埋呢个二色嘅剧情，先至再去阿罗拉地区嘅。死啦！唔要边招好啊？算啦，都系照用嗰招啦，踩。咁阿罗拉地区咧，而家仲未出晒嘅，咁我谂。咦，唔系，通常都系出咗 game 之后先出呢个动画噶，系咪啊？因为之前都系噶嘛 ，XY 系之后先出啫嘛，系嘛？我都唔系好记得嗰啲嘅发布时间。咁如果冇记错，就系出咗 game 之后先出剧情，咁可能佢嗰个二 set 剧情会拖耐啲啦，或者讲啊失雷娜就攞埋呢个。女王那个是不是叫华丽大赛的女王，是不是叫华丽大赛，我都不太记得。总之都是 那一类呢，以这个华丽的技巧技能来比赛，可能要等他拿埋女王才结束吧。那个 XY 卡洛斯地区还中了火，有没得解他解嘛，解火系咪啊？呢个系嘛？系啦。咁呢个受人尊敬嘅训练师啊嘛，一件念力打死你啦！咩羊 XY 嘅羊仔，啊又俾你见到。咁如果过埋呢个阵，就会见到另一隻嘅精灵噶啦。我要嘅精灵喺个洞穴入面啦，好多隻都喺洞穴入面，我唔知点解。好嚟啦，先去回血先，呢度有得回血嘅。然后我哋再行上呢度，拎埋啲果实。然后呢度又有个要打。呢只咬佢啦，呢个巴塔碟包包头水牛，踩死你啦！好啦，我要快啲去揾下一只精灵，我打你哋啦！铁甲西游，哎呀，又俾你见到啊！迷你冰，我唔知点解佢哋要。即系出精灵嗰阵会耐少少咯，等一等佢要，唔知点解啊？嗱啦，又要等啊！头先嗰度等咗差唔多一秒左右，好，我哋避过你啦。我呢只
呢只劲嘢嚟喎，其实，但我喺 XY 度系冇练佢，可能迟啲会练啦。喺新版呢个版都第一又等咁耐，哇！你搞错，你咁都望过嚟，死仔包，踩死都望过嚟，沙漠来啊，猴怪，有冇人其实草齐图鉴嘅咧？七二一选择玩。我觉得非常之困难喎，玩齐七二一，系啦，708，佢啲字系突咗出嚟，可能有啲文。哇，呢度又有一个高深嘅技巧啊！一个唔觉意就会俾佢睇到噶啦。啊，我系教授嚟嘅，好呢度有精灵状噶啦，应该我要嗰只就唔系呢只啦。好，呢度全部都龙，呢度一条龙啦。头先嗰只系，喂。哇！我都估唔到有呢只嘢喎。好啦，踩。哇，好似好重咁嚟。好，转重先。想撞死人咩？你电磁波。之后用一招岩格技。好，然后我哋可以掉精灵球啦，无限精灵球之术。我想冚死人咩？我死啦死啦！我铁壁，再掉。咁都未死，唔掉啦，唔好打佢，因为佢反伤啊，猛撞。哇，仲有两滴血，咁犀利嘅超不备，仲顶到喎。嚟啦，37咧。喂，捉几耐啊？我仲未搞掂喎，捉唔捉到啊？其实佢有冇摇啊？有啊，有摇喎。应该搞掂，应该可以捉嘅。咁如果系捉唔到嘅话咧，就会摇一下就即系冇摇到啊，即刻弹翻出嚟嘅。咁有啲情况会系咁咯。咁都系亦都视乎嗰阵时嘅捕捉率啦。好，搞掂。咁然后仲有一只喺度嘅，我记得。仲有一只好似系皮皮会喺度，我哋睇下先。但我预想估计唔到有铁哑铃会喺度出月石。曾经何时，我觉得绿宝石嘅月石同埋太阳石咧，两者都系神兽嚟，咁唔知点解有咁嘅感觉啊？宝贝龙，宝贝龙，你唔应该喺呢度，佢宝贝龙应该系最深入嗰个洞穴度嘅，就唔喺呢度出现。好啦，原来唔系呢一个洞穴啦，原来喺下面嗰个位置，我都唔知道，咁我哋落去睇下啦。但呢度有位俾我。有位俾我行嘅咩？踩死佢啦，腕力踩，连足拳呢只熊猫我喺 X Y 有练到嘅，喺边度啊？嗰个位系咪要过呢个位先啊？我记得有个地方系游完水之后过去捉嘅。嗱，而家就系呢一点，咁但系呢度周围系冇草地可以行。即是说是撞不到精灵。对咯，这里应该撞不到精灵的。所以呢我们是要迟些拿到游水之后才回来捉皮皮。现在我们三只精灵而已。对了。索里普。再踩啦。38了已经，几时进化呢？仲未知道喎，你问我呢啲几时进化，我真系答唔到你，因为我自己都未用过呢只嘢。咁我哋而家就要去下面啊，我行错咗，应该系要去搭嗰个火山嗰个嘅缆车。好啦，我哋嚟到呢个缆车啦，咁我哋可以行上去继续呢个用缆呢个水缆嘅剧情啦。咁我哋转一转，诶。我未回血喎，原来系咁有佢啦，照打继续。咁我哋个将个學習装置就俾一铁哑铃啦，咁冇理由净系叫话爆弹打噶嘛，都要俾佢升下呢嘅。咦，嗰度有只精灵喎，应该系踩上面嗰只咩嚟咧？踩咩噶？呢度系？What the？ 呢个奇怪嘅嘢阻挡住咗条路喎、
How about you wait？ 你等一阵之后再睇喎，好似话系。好，哇！我估唔到嗰度居然系英文嚟，我即刻下一条，英文，我识唔识睇噶？死啦！我已经冇晒技添，得翻招恶技。快啲俾招，快啲俾啲新技我学啊！唔该。梦话有鬼用咩？俾招梦话我卡比兽超人力咬住，哇死埋啦！唔得啦，唔够打。哇！两招铁技，呢招啦，我瞬间死咗噶，我系。不过又要翻翻嚟呢度，唔系啊嘛？咩又要行一大进化？居然啊，铁哑铃进化做钢铁，乜都唔知叫咩名喎呢只嘢，叫咩名咧？睇睇先。金属怪啊！好，呢度要打三个训练师，所以哇，未知逃跑。哇！佢招角色力量劲到咁咩？打吉技嚟喎，佢招系黐孖筋，咬死你！佢打我打咗一大半喎，唔紧要啊，佢都系输俾我嘅，因为我依然够血可以打佢，应该唔会输俾佢嘅。踩死啦，大狼犬，踩落去。gas 弹，照用神通力打应该冇问题。卡比兽踩。踩啊！哇，其实我都唔知道原来呢只嘢打通关都几有用，下次我会用啲唔知咩虫嚟过关噶，系几劲喎，都唔差喎，其实呢只嘢。好，问埋佢先，打埋呢个咁，我哋今集完啦，应该好快打赢嘅啫。近而家我呢个 level， 大路比踩。烛光力、外火、神通力，瞬间失忆，踩落去啦！由基拉就系踩，搞掂。好啦，可以顺便睇埋呢个有冇剧情先。系冇剧情嘅，咁我哋今集就去住呢度先啦，咁我哋下集翻嚟721再见，系咪先？拜拜。